高丽菜、红萝卜切丝，豆干切小片，冬粉泡软后切断，香菜切断备用。倒入香油，将高丽菜、豆干、红萝卜、咖喱粉、盐及适当清水入锅焖熟。高筋面粉、四葱椒盐粉、盐、油，用冷水拌匀成面糊。冰糖、花生打成粉状，搅拌后放入冬粉，吸取汤汁，放入香菜及完成馅料。用油刷将面糊由内往外均匀涂抹在平锅上，当面皮周围翘起，春卷皮即完成。将馅料及花生粉放在饼皮上，包卷起来即完成。